大家好，我是孙芸芸。过去勤于更新 IG 近况的微风董娘孙芸芸，自从去年11月爸爸太平洋电信电缆公司前董事长孙道存癌逝后，整整两个月消失在社群网站上，直到昨晚终于更新，抛出3张与爸爸从小到大的合照，感性写下：亲爱的爸爸，言语无法形容我对您的思念，所有的回忆会永远放在我心里， Love you deeply。 短短几句话道出对父亲无尽思念。孙道存去年11月17日癌逝，他生前交代子女后事低调，一切从简处理，没有举办告别式与任何宗教仪式。孙芸芸PO出的3张旧照，记录了人生不同阶段的父女时光。照片中，孙道存紧紧抱着还是婴儿的他，并用嘴巴亲吻他的脸颊。父亲带着他到户外吹泡泡的回忆。长大成人后，与爸爸俏皮自拍。从婴儿到成人，孙道存没有缺席。透过3张照片，温馨见证